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B， 我是 Steven，Steven。今天很特别，我们来考试。考试啊？耶、yeah! ！所以今天是第一集的 TB 补习班，我们要考试。有惩罚了没？没有嘞。你考试有惩罚没？有啊，妈妈。有啊，妈妈惩罚我。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玩一个。默契大考验，我们不想第一集来就这样 serious， 就帮你 settle， 帮你 settle 太 informative 了，而且那个流量关系，我们也是要用女朋友来我们冲，冲一波。原来你是这样啊，你不是这样，不是，我是。默契大考验没有对跟错，所以比如 Ion 问我们，女方会比较喜欢吃大便还是吃晚餐米啊？如果你们两个都写大便，你们是对的。Oh, okay. 啊，所以最重要是要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直接邀请我们的女朋友，耶、yeah! ！好，来说我们有右边开始的就是 Justina， 耶、yeah! ！中间呢就是 Amy， 耶、yeah! ！左边呢就是 Jimmy， 耶、yeah! yeah! ！OK， 今天也是一个我们三个的。女朋友第一次在这个 sofa 框啊，第一次一个 proper 影片 第一个 proper 影片坐下来拍的同框啊，同框 第一个。今天是你们在一起的第几年第几个月？第几个？哎、欸，你不可以给他看到伟汉，容易看到你啊。OK。小个。你这个是你答案啊？第几年？七年，你我们简单，七年的话就是一来七，一八，一九，二零，二一，二二，二三，第哪七？第几年？七年级？第七吗？哦，没有 ，OK， 这样 at least 他只是我懂他对，啊、但是他打我。哦，对方的还是哇？谁的 favorite？ 等我们两个人一起。一二三。Team 海底捞、啊、全部海底捞，海底捞啊，可以啦。妈，但是他有时候很喜欢吃摩嘎达的。是，我刚才说我要问，是啦，我也是很想要吃摩嘎达，可是我要问他。先解除男朋友的家人、朋友和亲人。我觉得这个会错嘞，我也觉得会错嘞。等一下，我觉得会错。你的 priority， 我的 priority 啊，所以 actually 这个是我们对的答案啊，他们要对我们啊，对，所以我们错的话是我的问题。一二三，开，我落你。啊！雷尼也是。快把你们家人放在后面。等一下我讲，我的是我写的是情人堆。这两个刀法，我写朋友，抬到家人。阿基，你看你的儿子，人也跟我一样哦。儿子，你跟我一样哦。我情人更高了。哦，是。所以他没有东西可以屌你。我嘞，你把我家人第一吗？没有，我全部写一。搞什么玩意啊？这样也是错是吧？这样也是错。这个是默契大考验的喂。可是你上次回答过我，你全部放屁嘞。我懂啦，但是这个硬要放的话，上次又不看你硬放。我会跟我刀法哦。Family, friends, lover， 哦没有，中间对。Oh my god, Kevin, you better defend 啊。啊，虽然你放他第一哦，你看你在他眼中没有你。对啦。你也是要 defend 一下，让你妈咪看你的 video。是咯，我刚刚把朋友放在第二，还是很敢的那个人。情人第一吗？朋友第二，家人第三吗？是啊，哦、对，我们家人都是在前面。是啦，你们是我家人。爸爸妈妈，我懂，你有看我们的 video 的。对啦，我们将爱你。其实，你懂的啦，你们是第一的，其实。我们第一次接吻的地方。Danny 的我懂。他朋友放第二嘞，都忘记了。我妈咪不懂，你们懂。一二三。好，看那边哪个？对啊，看那个。是不是在这个手吧？是啊，不是那里。那里啊。所以你的脚可以 extend 是不是。那边。男朋友最喜欢自己的什么特点？
比如可以讲，我喜欢他的屁股啊，我喜欢他的腿啊，眼睛，我喜欢他的胸，我喜欢他有才华，我性格，喜欢吃大便啊，也可以啊，喜欢吃大便也是 characteristic， 是是 ，Oh my god， 我们现在有一个一个翻，可以可以可以 ，OK OK OK， 从 Kevin 开始翻 ，Yeah，OK， 这个我觉得可以有0.5分 ，Kevin 每次有讲喜欢他可爱的笑。OK， thanks for the save， bro。来到你，哇，什么？这是什么？眼睛，眼睛啊！一二三，一个 brain 一个 heart， 智慧啊！哇，一个甜，一个甜，哦，你写智慧，我看到智心啊，智慧，智慧，智慧。你们是讲笨笨的哦。那个是讲，哎呦，笨笨，可是你不笨啊。所以你智慧来讲，他讲过，他喜欢的女孩子是要充满智慧的啊，还有充满自信的。讲你聪明，所以你不可以生气啊，你的 heart。你的 heart 不怎么好 ，Let's come back。第一胎会 prefer 生儿子还是女儿 ？Wrong， shit，Let's choose。一定要盯这个，不然你要写什么 ？Transgender。一二三，咻！啊，哎，连字都写一样哦。可以问，顺其自然。哎 ，OK。OK， 有押韵。给问女 Amy 男，顺其自然。这是什么废话？你们讲过不要管他。但是这个是，这个是默契大考验。有很想要吗？男生还是女生？我讲过吗？我讲过要女生吗？因为我已经是男的最大嘛，有没有讲过？是不是？你看你自己遮住自己脸了。这里讲儿子是因为他是姐姐嘛，他就讲过他想要有哥哥。Oh my god。对啊，所以还要有一个狗狗顾一个妹妹的感觉。哦，我的也是，我的也是。说你的也是啊？那边呢？我的也是。你是什么？我呀。I mean， 做么？有 reason 吗？要一个 brother 顾，好像我顾家人一样啊。是啊，女儿也 OK 啊。你也是倒反。倒反。怎么？因为他是没有人。没有。啊，你是倒反，所以不是一样。我还是要。哦，你还是要。所以还是要。你这个是不一样。啊。他是就是没有狗狗顾过。啊，还有一个狗狗。我是没有姐姐顾过，可是我想要一些女孩子。我也是没有狗狗顾过。写出男朋友最喜欢的 CP。我最喜欢 CP 的。哇我最喜欢的就有啊，可不可以写女朋友的？喂，我最喜欢的 ，OK OK。对的。啊，原来是那边有问题啦。这都错吧啊，但是 matter， 提问都错这样多。不要红背嘞。他写完了吗？还没有。写完了，可是他在 you。OK， 两一二三 ，flip， 学霸。你没有 confident， 我是学霸，我是学霸。你是喜欢学霸吗？学霸，那就是我的 favorite。哦，我也是。我每次讲我 favorite， 你都没有讲是你 favorite。学霸，学霸。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其实没有东西好 elaborate 啊，其实我们的歌我是蛮喜欢的。人家叫你 elaborate between 你们的 relationship 的东西。不是你的 idea， 没有哥about 我们这个我都没有商量过讲，是我也是没有这个 conversation， 听到这首歌他会觉得哇塞，女朋友上一次哭是几次？为什么你想 confident？ 昨天，吵架，昨天，为什么？为什么？而且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昨天他的妈妈没有 reply 他，但他也是不是因为你呀、啊，一定是因为你呢啊，因为你啊，也是有一个因为我啊，因为我也是去跳舞那边嘛，然后他就不在啊，然后他就想念喽，然后其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问你没有带吗，他就问妈妈问家人在他的 family group 里面有没有人要跟我吃饭。没有人 reply 哦，他就等到一个小时多两个小时，连妈妈进来，他就问他，怎么你没有 reply 在 group 哎？他真的原因是，第一个才是丁真真的。哎呦 ，OK， 去跳舞的一个，一二三，三个礼拜里面看戏噻。好，看戏。大前天，这个 normal， 这个 normal。舞蹈就过了哈。啊 ，proposal video。Last week， OK， a few days ago。一二三，这么还这么一定是男生屁比较臭吗？因为有直货香水的吗？
有可能我们吃的东西比较toxic啊。这样，我会放屁整个房间，然后翻掉。是不是？这个我 agree。你的马市长臭。对啊，所以我 agree。他就是当面比屁臭。我希望 Kevin 的屁很臭，放好不要承认。Kevin 的臭。好，董事长问了。哎，谁放屁？他不要承认的。哎，谁哦？比钱多的。请写出女朋友的每次勾都 Starbucks 的。哇、wow. ，OK OK， you are definitely gonna be wrong。对，我们今天名次有对，对就对了。我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女朋友吗？那啊，女朋友。哎，男生不是啊？有，我要教你。一二三三三三三。你看我的乱到这样。我写了一个先。你看我的。Oh no！ 我就想那两个，不算啊！哇！你看到吗？真的，我的是还是这个？哎啊！看一下，我的还是这个还是这个？因为它两个都有的。哎呦！因为它哦啊，它最近才有的这个，所以我就写这个喽。所以是对的，只是刚好没有默契。哇，这个你会懂的。那你看到吗？我写幸好，我本来是写那个 green green 的 matcha latte， 没有。那我这么要 green green 的，我跳掉，那我写 java chip。请写出男朋友的 go to McDonald's order。很稀啦，这个来，我们一起放。哎，我们一起懂。哎，哎，啊啊啊！因为我有 order 很多啦，你们每次 fillet fish fillet fish fillet fish， 可以有吃 chicken burger spicy chicken。真的、啊，我没有什么看过他吃 chicken burger。说他每天叫 spicy chicken 吗？啊，Kevin 知道吗？那时候他帮我的，不是我的，所以哈，对对对。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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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每次吵架是谁道歉？哼，嗯，这个 easy 啊， easy 啊， easy。Easy， 对吧 ？Easy，Easy，Easy，It's always a guy。It's always a guy。It's always a guy。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女朋友比较喜欢在上面还是下面？OK OK，To clarify，Is it about sex？ Of course。所以一起开啊！一二三。那行，对了，还啊啊啊！对了啦，对了，急啦呀，这个花钱上啊，这样奇怪啊？那你奇怪？不给面子，为什么你们喜欢在下面的这样奇怪？Next， 女方最顶不输男方的什么特点？最悲打喊他什么？最憋大喊啊！哇，你最憋到我什么啊？这个人我不懂啊，这个我不懂嘞。不会，我不会改耳朵。我也不会看得屌，你也不会看。等 Kevin 讲太多啊，帮我写哪一个？说。我也是太多啊，可是只能写一个啊。可以写一个。Just pick one. 2,000 years later. Are you ready? Okay. Not yet 啦。你是什么？你的是什么 ？I'm ready. Five, four. Much, much, much later. Okay. 谁先？男生先开，男生先开。你是什么 ？Kevin 哪些？我们现在给 Amy 先开先啊！没有冲凉，他写你没有冲凉，你这是什么？骂他！原来你这样回答我那个、啊、算嘛？妈的，你悠悠黏黏的一整天，24个小时都可以耶！我那时候回来36个小时哦，因为我从九门里回来。不是，不然我有冲啊，那可能没有冲。What the hell？ 没有，什么鬼哦？你问妈妈，妹妹。对。Danny 的到 Danny 的了，一直大便。Jess。OK OK OK。错啊。对啊。这个。哎，可是哦，这个是大家。OK。哦。啊？什么？你被这样每次去打羽球啊 ？Shit bro。是啦，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吼。可以解释你的动力鞋没有意见啊？哇，我平时都是来他问哦，哎要做什么？随便。所以他会背弃你，他会骂你来啊？这样啊？啊会，怎么你每次都是没有我问你啊？我给你选择，你又不要选。这个也是。啊，这个也是。看来他背弃你很多。他刚才那个根本都不是默契，直接是写心里话。哈哈哈哈哈。是真心话大冒险。直接变成两个东西。是啊。他直接回答我。他都有问 K， 他有没有跟他这样答的？他讲。我就在讲你，就讲这个。你们最想去哪一个国家？啊，是真的，这个也不用紧啊，反正过会带他去就可以了吗？
啊。哇 ，OK 哦 ，OK 哦，好仔。哦，哎，有不喜欢出国？喜欢吗？马来西亚他写。然后你写？我写 Paris。其实我不喜欢出国，我怕他一定要我写一个国家。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瑞士是哎，瑞士是瑞士，哦，是，那个是瑞典。我的也错哎。我的答案来了。哇，来了两个。因为我讲到也是泰国，然后我也是有讲到 Korea 啊 ，Korea 是台湾呢啊，泰国，泰伦啊，泰勒。你去过泰国没？没有，比较想去。Korea 是。Korea， Korea got fashion bro， Thailand is cheap bro， that's why it's fun， good food bro， that's why it's fun。给拍手啊！看来拍完这题，等一下回家又要去讨论了。我还好啦，因为我已经七年了。哦，输了，你们我就不知道了。输了啊！没啦。你有 winner 是？没有 winner 了啦，怎么讲 winner？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哦，不要去追求。就哦哟，是伤感情，伤感情。是啦，这个只是一个娱乐，是输输赢又有什么重要呢？是哦哟哦哟。What if 问了一千个问题 ，result 不一样呢？哇，厉害讲！哇，是 average。好，那所以大家，你看我跟他在一起七年，也是有一些东西会有默契；他们在一起很少，也是一定会有默契，对吗？这个默契大概只是一个娱乐大家。Yeah， 希望你们 enjoy 我们这个影片啦、啊、哈！如果想看我们做什么不一样的 challenge 跟女朋友的，可以写一下在 comment section。Yes. OK， 那我们下一集见。拜拜。你连 break 的空间都没有啊？那你要讲啊？你们不要一直去 pressure Kevin 啊！每个人 timeline 不一样。看到我们两个结婚，他要结婚不一定的。But thanks 啦 ，thanks 啦 ，OK 啦，就这样子啦。吃东西，玩 game，let's go。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subscribe， 然后 share 出去。周末你找这女儿交叉？我笔不见了。我也懂你的笔气，可以做，可以去哪里？对啊，我的笔，这是你的笔，我的笔，中长心思，我的笔嘞，笔嘞，笔嘞。